请恁进来好吧？欧总啊，刚刚昨暗发生的代志，你拢放袂记啊？我当然会记。你害我林家毋知人的时阵，带我来这开房间，对吗？你比拼不敌的小林。欧总啊，饭会当乌白乱吃，还毋过话明个三六八讲呢？明明都是昨暗哦，你心情歹，啉烧酒就醉到哦，死死昏去。 我那叫恁叫袂起来呢，敢讲你爱我，甲你等伫咧酒吧最后甲去走？你当啥人去啊？我拢唔知你住伫咧度，我是要哪送啦？敢讲你爱我，送你去警察局，安尼敢好？我那讲你嘛是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呢，若是互遐记者知影，新闻乌白乱写，死搞你即世人的名声都乌有起来呢。安尼你是要哪甲你的大家，还佫恁翁交代啦？ 你真正就笨手遮拉撒呗！明明都是我今日去让捡尸啊，唔才开这间房间要让你休困的。啊，上侪啊，你都搞要丢的，搁搞要揽丢丢啊！啊，我为着要撇吼，是要甲你杀开。哎，你竟然用死来搞威胁，逼我留落来呢？你讲，我要安怎才好啦？你听我对人讲，就算讲我林家唔知影人，我也有可能对你做这款代志，我遐尔讨厌你，我哪可能？啊，我知。 我知啊，我知。我知啊，你足讨厌我的啦。哎呀，不过你都一直对我足主动的啊。啊，过去叫我什么？君南，君南，君南，张君南的，啊，不就是张博士？伊可不是你的李贝。我唔知啊，你讲啥？你莫有人讲啦。好啦，好啦。 反正我想要听唔到去啊啦，为滴咱个人拢无希望会发生即款个代志啦。为滴大家拢是成年人啊嘛，啊，规个当作是一场误会，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只要你莫讲，我嘛莫讲，就无人会知影，对不？好啦，来艰苦。你莫靠我，陈同学，你会记你今日讲个？ 但是你敢讲出去半句，我绝对袂放你煞。阿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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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别惊，我伫咧。有影。你叫我啥？廖凯宏。不是，你头拄仔叫我啥？你叫廖凯宏啊？不是，你最早明明就叫我。真歹势，病人已经安顿好势啊，咱即摆会使来去。廖凯宏，多谢多谢你。我白英明明就叫我黑乌鸦，进前就只有子彤安尼叫我，现在伊安尼叫我，啥？你讲白英叫你黑乌鸦，要唔过你拄则毋是讲，迄时以早只有你甲子彤就知影绰号，阿英哪有可能会知啊？这就是我感觉奇怪的所在啊！白英根本就唔知影这个代志。
哦，讲到这，我就想想到，顶回我甲素云阿姨送白银回去疗养院的时阵，我看到伊拆饭团的方式是甲梓潼一模一样。啊？你讲白银去吃饭团，而且伊拆饭团的方式甲林梓潼一模一样？哎、欸，啊，你的表情那叫你讲啥？我所认识的白银银根本就无可能去吃饭团这种小花米，更加唔免讲伊知影要安怎跳饭团。你拄只讲白银和查甫病人协的时阵，伊的反应足奇怪。等到你想起来之前，梓潼因为不雅照的风波，被媒体包围的情形。嗯。而且顶届见面的时阵，伊阁叫我姐妹。啊？姐妹？伊唔来叫我姐妹，甚至伊阁讲我是一个跳舞的。两年前，梓潼得到一个离症的时阵，我为着要安待伊，所以就跳舞给伊看。无得，就是想要甲人互笑。嘛，迄个时阵，伊就将我误会是同志，所以就开始安尼叫我。啊，不过真奇怪的是，这件代志嘛只有我甲梓潼知影，白英根本就唔知影。安尼安尼啊，梓潼只不过是去一撮混港尔，啊那回来了后，未输是甲白银灵魂交换哈。什么灵魂交换？你敢咪想下？我嘛知影这无可能，要唔过梓潼竟然甲素云阿爷手落菜五柳枝放袂记，五柳枝呢？这闻得真难，佮阿麦讲伊竟然开始讨厌罗孙强。你讲啥？梓潼开始讨厌罗孙甲，那是伊上爱啉的呢。唔，那是罗孙甲，佮伊之前做爱食的物件，即摆拢好亲像变甲做无爱食的。之前梓潼主动过来找我，我佮廖俊讲，伊是带领阮爸的情分，愿意原谅我，重新甲我交朋友。啊，不过后来我发现，伊的行为、伊的动作，是愈来愈奇怪。是倒位咧奇怪？伊讲伊甲你的感情愈来愈无好啊，而且伊想要交付啊。是啊，这边哪有可能啊？伊即阵仔佫一直甲我催，讲要赶紧交我结婚，佮讲甚物？两礼拜以后办婚礼，上万啊！将军，你哪在遮？你来要多好，我问你，你想要甲人讲咱感情出问题啊？我无啊，廖凯豪，明明就是你心情无好，你哪会当甲钟俊豪袂讲啊？梓潼，是你讲你的心情无好，而且你佫讲你愈来愈无法度忍受钟俊甲你控制，你佫讲钟俊根本就是一个控制狂。你讲我是控制狂？唔呐呢，伊阁讲你人前人后根本就无同款。结果，一到我讲复合，我头就马上去找你，逼你改掉。梓潼，你到底是安怎？梓潼，你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先我去咗香港了后，你规个人变一个款。而且更加奇怪的是，颠倒伫个疗养院的白银，伊的行为，伊的动作。愈来愈亲像梓潼，也是讲你根本就不是梓潼。你别在遐后面讲好不好？我不是林梓潼，我啥？你袂用因为我最近的情绪变化较大，才在遐后面讲话。好啊，我你解释清楚，你对阮两个讲的话完全拢无同，到底倒一句才是真的？要是你自头到尾拢在讲袂出。讲一句安尼骗我，我真正，我真正是，我真。嘿嘿，梓潼。像是林梓潼的家属啊。医生，我是林梓潼的未婚夫。啊，梓潼即摆状况安怎？你要心理准备。
你哪能讲？因为伊会得着啊，伊怎会默契啊？不可能，医生，我什么镜头拢无呢？我哪有可能得癌啊？而且我是好人，我是好人林子彤呢，我唔是好人，我阁是一个公公相信别人的戆人，啊，唔是拢讲天公听戆人。这一定是都会出什么问题？医生，你经过替我做一届检查，这绝对是要做一届检查才用的。好了，子彤，你较冷静啦。子彤，是的，多谢我阁认为你是假婚期。莫怪你最近的行为拢怪怪，原来真破病啊！子彤，是的啦，我无甲你关心，你都会怀疑你。医生，紧来啊！佮替我做一届检查，这绝对是倒位出问题啊！紧来，我啥物都还袂得着，我袂应该死，我真正是袂应该死啊！医生，子彤，子彤，子彤。子彤，医生讲，你跟他存三高会等我。是啊，我子彤，你莫有被叮当哦，你先给我休困好不好？不是啊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子彤，我知道你只是。无法度接受，我妈妈同款。啊，不过咱若是伫这怨天怨地，啊，不如咱就勇敢去面对治疗。吼，你放心，妈妈还阁有所有爱你的人，都会陪在你的身躯边。哦。这啥？哦，你当要化疗啦，唔好被叮当。我知影你即摆感觉人神神无爽快，也毋过这行为有法同你行，你小心来者。这是化疗呢，这是落头毛呢，你哪会当我做这啊？哎，子彤，妹妹，有治疗都有希望，你袂当连救家己的机会拢要放弃。我毋是要放弃，我只是要做化疗尔。不会放弃，你不会放弃，好。啊，不过咱先把这个化疗做好煞，好不？做什么化疗？这是排名在害我。我知影，一定是顶届的这届哦，做唔到去啊。我今晚应该去找另外一间庙，我另一个师傅。我怎么要去？我没有啊。是的，是的。你一定做听来吼！我要去这间。你袂好呢，你起码等你破病，你袂当做去神风啦。没啦，我无破病。我即摆需要的不是治疗，我是需要去甲迄歹命啊除掉。你袂带我去，我家己去。等，子彤，等，乖，你爱听我了。你即马破病哦，爱找医生，你去找心明哦，无效啦哦。恁不爱相信我，不要紧，我伫我要家己救我家己。恁老想都袂当阻止我，想啦！你话紧吧。你敢袂当喊冷静的啊？你安尼凶凶公公，你的病都会放心？我拢破病，你去怕我？我怕你，我的心嘛足痛。啊，不过我看到你即马几个人拢放弃，我的心更加痛。子彤，我拜托你，咱做伙面对现实，好无？莫可能。丢个妹应该是林子彤啊！啊啊！那是我。